在取蟹肉之前，先用葱、姜、料酒将螃蟹蒸熟去腥。等待的同时进行其他助阵海鲜的处理。章鱼、海虾切丁焯水备用。重头戏在于蟹肉。 如何与其他食材组合出加倍的美味？出场的顺序极为重要。菜籽油不似花生油味重，能最大限度激发出鸡蛋的香味儿，又不喧宾夺主。未熟透的章鱼海虾丁率先入锅，米饭紧跟其后。 为保证鲜嫩，蟹肉往往最后登场。锅铲碰撞间，米饭吸足海产的鲜味儿，由于海鲜的助阵，这道美食不需要额外的增鲜，一点点盐调味儿即可装盘。蟹肉消失无踪，却也无处不在。 均匀附着于美丽米饭，来自海洋与陆地的两种味道，在舌尖拥抱相融。